期待，好了，期待，期待又一天了，又一天来见面了，很快哦。如果昨天下午一场，晚上一场，等一下睡觉了，好了，又要开始一场，晚上又要一场，哇，好幸福啊！天天都在这边那边煮，都在厨房煮。OK， 今天介绍你们，介绍一个还是煮猪脚醋吧，因为这个屋王很多顾客要求要想煮猪脚醋，很多顾客要求啊，猪脚醋再煮给我们看嘛，因为这个屋可以煮猪脚醋，他们还是要想再煮啊猪脚醋。然后啊，我今天煮一个汤给你们，用那个四号的窝拿来煮肉骨茶，肉骨茶四号的窝拿来煮肉骨茶。肉骨茶我们首先哦，这个肉我也是跟它腌一下，腌那个盐而已，盐啊腌一下。然后啊，如果我刚才啊去巴萨有看到一个安迪介绍我买这个是腌肉的酱料，腌肉酱料就是给它肉比较软比较 Q， 这个腌肉的酱料你们可以去那种啊巴萨那种杂货店买，这个品牌腌肉的料哈，腌肉啊，家里如果有吃火锅啊，这个拿来腌一下，肉比较 Q 比较滑，好像那个叫什么肚啊猪肚啊，拿来煮也用这个腌好了比较快熟，也比较快软，也比较弹性啊，都可以的。鸡肉啊都可以拿来腌一下，都可以的哈。啊，这个一点点腌就好了。这个是腌肉调味料啊，这个好棒啊，这个也不错，我今天腌的也不错。然后啊，腌好了，今天我煮肉骨茶。肉骨茶我是你跟我讲厉害，我没有厉害，我不会很厉害，我只要买这个一包，简单的，一包丢进去就可以了。然后我家里是买这个肉。买这种的肉，这种啊，一条几条几条的啊，几条几条的煮肉骨茶才好吃，好吗？然后你们在家里，如果你要放什么蒜头啊，你们在家里可以放下去先熬，因为我这个锅碗我一般来说煮多久呢？没有煮很一下子就好了啊，一下子就好了，可以放在桌子上吃的啊，都可以的哈。我现在肉要跟他用这个锅拿来烧，烫一下。看一下哈，看一下，期待我煮这个很好吃，我有煮过，我孩子喜欢吃，我经常都煮肉骨茶，我是去马来西亚买的那个一包一包的，以前都是啊，因为他那时候咱去年啊家里厨房装修，哇，好多东西都搬出去，他现在给他滚好了，这个家里的放下去，还有第二道菜，这个就是这个。猪脚买这个最老的猪脚，这个是巴西的猪脚，巴西来的猪脚，这个是在乌龙二五二那边买的，这个猪脚顾客很好吃，那天我有煮一次的，他说这个猪脚特别好吃，你们期待咯，你们可以去买呀，这个老的猪脚啊，老的猪脚，我也是有拿来腌一下。猪脚我家里的我肉买回来，不管是猪肉是鸡肉还是什么肉，我一定要放这个柠檬跟它洗一下，什么味道都没有啊，你们在家里如果有啦自己吃嘛，一定要给它肉不要有味道，吃得很恶心，第二次你不想吃了，好像煮咖喱鸡呀，我都要用这个洗，都要用这个洗啊，这个很棒啊，很棒啊。OK， 水滚得很快，我韩国我就是让你们回家快，很快就滚，很快就熟了。煮东西在家里，如果你三个我一起开火，哇，一下子就熟了。很多顾客买回家很开心呀，因为这个料很香的料来的，很棒很棒的料，不会骗你们的，超级棒。因为我都是韩国进口的，韩国人在用，又好洗，又好用，又省水，很省水，很省水哈，很棒的料。我顺着水给它滚好了，这个肉放下去跟它烫一下哈，烫一下。一般来说我都有放一点花雕酒，花雕酒去它的那个腥味，肉的味道跟它腥掉，把花雕酒一罐，我现在酒倒一罐，没有酒了，酒在哪里啊？
Doris 昨天收到他的锅寮，谢谢你。还有这个 OK， 他今天来，好多人啊，很多人啊，很多人都期待，都期待我的窝煮砂锅饭。很多安弟都在等我的窝了。有的顾客讲，哎呀，快点送来呀，我晚上就要煮砂锅饭。煮出来很满意，是不是很开心？很多人煮出来都很满意。谢谢你们，很漂亮，我的韩真正韩国锅，你们不会后悔的，价钱又合理，又美，真的很美。这个随便煮完，我现在放下去晒一下，晒一下哈，晒一下跟它捞起来。一般来说，你们在家里吃嘛，一定要给它东西吃的好吃，一定要这样过水一下，没有味道啊，过水一下没有味道。过水一下。啊，普林也收到他的锅了，谢谢你。谢谢你们啊，我们的服务第一，我做东西就是，那你们不会后悔的啊，我敢敢请三个工人，那你们一买东西就可以收到东西，懂吗？因为我的窝会讲话，不是你买了就不买了，你会分享给你家里的身边人。我早上听一个顾客讲，煮粥五分钟就好了，粥又甜又好吃。他以前都是用那个土锅煮，超大年底就是那个土锅要丢掉的样子。为什么呢？年底粥都是黏的。他跟我讲什么你懂吗？哇，我这种锅就是给你们方便啊。你看它美吗？你看晒一下，晒啊，这个肮脏的这个血，这个肉的东西，腥味的东西跟它杀掉，杀掉然后你们拿来煮，很好吃的，这个很健康的，很好的，味道又好。家里的胡椒粉放多多放下去煮，好吃的这个菜。诶，小人问那个炒锅，应该他是说有没有这个锅的味道，有电的味道啊？有啊，你们都用过我的材料看看啊，因为那个材料都是我自己配料的，我喜欢我自己配料，配的完美的料，不会后悔的，懂吗？都不会后悔的。好，老李今天收到三个锅，还要再买两个，还要再买呀，谢谢你们哈，傻波。我们的这服务啊，特别的快啊，让你们都能够啊在短时间内啊收到货，然后你们又可以用到我们的锅，开心的去煮你们的啊喜欢吃的菜。我现在这个锅跟它出水一下就好了，出水一下就好了啊。然后这个旁边这边肮脏，你跟它抹一下。这个是我三号的锅哈。很多吧，要推窗户。哦，要推窗户下去。这个是三号的锅哈。三号的锅，然后我现在放一个烧水放下去炖，然后杀那个猪脚，猪脚也要用这个锅杀一下，杀一下了炖。这个是三号的锅哈，三号的这个青色的锅，这个是三号的锅。我煮的这个都是这个锅，这个锅可以四个人拿来煮皮蛋粥、鸡肉粥，也是超级好吃。猪肉一点，皮蛋、鸡肉粥放下去煮，也是很好吃的，保证的。因为我家里的经常煮皮蛋粥、鸡肉粥，然后还有煮那个鳕鱼拿来煮粥。如果你家里有买鳕鱼啊，鳕鱼拿来煮粥也是很好吃啊。鳕鱼只要鳕鱼就好了，然后家里的葱啊放一点下去，哇，很鲜甜。还有红萝卜放下去也是很好吃。那个鳕鱼啊，现在他们都在卖那个鳕鱼嘛，鳕鱼拿来煮粥也是很棒啊，都可以的啊。粥的东西很多很多东西都可以煮，但这个我煮出来粥是滑的，滑嫩，它不氧化。你家里的白干啊，那种窝啊，都会氧化材料，氧化啊，氧化材料。那我现在这个猪脚也是这样，猪脚你们也是要放这个酒啊，这个酒很重要，都放一点，跟它上一下，它那个味道就跟它没有了啊，放一点酒。然后这个猪脚我也是有腌这个那个粉，跟它腌一下，一下子就很暖很暖的。然后我现在放下去上水滚了，放下去上一下。晒一下，因为我这个还要蒸那个冰水，这个猪脚啊一定要蒸冰水。等一下你晒好了还要蒸那个冰水。
不要小看啊，我这边买了三个那个这样的手买三个呀、啊，我不会讲的，这样的手买三个都可以放进去。这个三号的锅，你家里的煮汤啊都可以的，都可以的哈、啊。这个三号的锅也是要完的，好美哦，好漂亮的，很多人买。那三号的锅也是很好用，我这个也是三号的，是以前买的了。我家里的好多啊，我自己啊，生锅做完了我就自己用。这个也是三号的，跟这个一样的，这个是前两年买的哈、啊。好，先问哦，那个炒锅有没有别颜色？炒锅门都是黑色的。啊，炒锅都是黑色的啊。只有像它那个包啊才有啊颜色。颜色呢，你喜欢的话，你可以啊跟我们私聊哈、哦。现在我们拿做这个促销的就是青色的。啊，我们只有那个陶瓷的锅，我 colorful 啊。如果是炒锅，因为我做黑色比较好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炒锅每天都在炒，都在煮。这个是 colorful 的，是放在桌子上去，我要给你美观，像韩国人的家里厨房很美，这样好吗？啊，对，因为你放在桌子，哦，噜噜的放在那边也不美吗？对吗？有 color 一点，鲜艳一点，人也开心一点。这个猪脚，我跟它晒一下，等一下我要用冰。啊，冰拿来弄一下，这个猪脚醋啊，猪脚醋。如果你家里的买两个脚，用这个锅煮猪脚醋也可以的，两个脚啊，两个猪手这样，两个猪手也可以煮得到。我这边是三个哈，谢谢你们分享，好，帮我们分享出去呀、啊，给你们家人们，为什么呢？第一没有油烟。好像顾客早上煮了意大利面了，给他的孩子吃一个阿妹，他说好棒啊，意大利面啊，用四号锅煮，四号锅煮很漂亮。那我再跟他晒一下，肮脏跟他烧掉，他省煤气，他一下子就烧好了哈，一下子就烧好了。OK， 然后这样跟他晒一下，那很美，你看。那我现在开始这个猪脚跟他换过来，现在又煮猪脚猪，我喜欢吃，很好吃，超级好吃。这个这样放下去就没味道哈，因为有腥味，我很怕那个味道。我一个那一个味道啊，我整个不会吃了。这样我下去晒一下，等一下用冰水哈，用冰水。你们期待的，有人还没有收到的呀，期待呀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等我他的司机都很快，他们路线都很熟，都很快，都是我的好朋友，路线好熟。你们期待他晚上一定会收得到。你们在家里烧破饭等着我握住哈，太开心了，期待，你懂吗？东西有一个期待在那边，很开心的嘞，很开心的。如果你这个东西买回来没有期待，你不用买更好，对吗？ Okay, 如果你们下单的哈、哦，我们漏掉的啊，对不起哦，不好意思，今天在阳太多了、哦、不好意思啊。今天如果你漏单中数了，马上 WhatsApp 给我，我今天就帮你做哈，谢谢你们。谢谢，感恩哈、啊。太多人下单了哦啊，有时候会偶尔啊。我儿子第一次做，谢谢你们啊。还是你们抱歉哈、啊。OK， 我现在放下去。啊，这个猪脚也杀好了哈。一定要杀啊！杀的这个猪脚一定要蒸冰水啊，冰拿出来蒸，好冰。好，我这个冰厨去拿一碗冰。好，这位美女咪咪娘也收到了，谢谢你。如果你们有什么要有评语的 comment 的哈，你们尽量的进来写、啊。这个冰啊，冰跟它放下去，拿来放在那边，跟它蒸一下，等一下那个猪脚很好吃，很 Q 的哈。你们也这样做，家里都像我这样，都像我这样哈。你们尽量写进来。水滚了，因为它很快滚的，然后你稍稍都可以洗的，这个水要跟它洗掉。有评语还是 comment 啊，尽量写进来，因为他在目前哈、啊，这个乙方在目前看不到你们写什么，啊，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会帮你们啊解答啊，如果这边没有说话的话，就是他们会帮你解答的，因为我不想有两方面的人在讲话交叉这样讲话很混乱，哦、啊。
你们呢、啊、有问题可以写信来，可以讲的，我们会回答你。OK， 好了，好，我现在这个拿那个四号的窝拿来煮肉骨茶哈。四号的锅拿来煮肉骨茶哈，教你们煮肉骨茶。肉骨茶一般来说，你家里的这个蒜，你跟它拍一下，因为这个锅煮东西快，你跟它打一下哈，我跟它弄一下，你的砧板去了哪里？你们期待我们的砧板，这个砧板我用很久了都不会换，哦。期待我这刀也是很美，我这个呀很轻啊，轻轻的也是很美的哈，期待我叫老板娘过来一点，给卖给顾客，因为这个韩国东西很好的，卫生性的，也很利的，也很轻啊，最主要轻轻的就好了。这个砧板我很少用肥皂洗的，很少用肥皂洗。OK， 这个 online 应该是我们的中邦顾客，他说昨天可以收到那个锅了，因为他昨天忘了加那个美容膏，应该。耶，阿弟呀，不好意思啊。等去中邦巴萨啊，你要记得 call 他哦。不用紧，我有空啊，我拿下去给你，好，不用怕。美容膏期待，那个先拿去。那个我送上去的那个先拿去冲凉跟洗脸，好、哦，期待哈，安迪期待哈，冲凉跟洗脸先洗一下看看，那个保证洗完的，滑嫩皮肤，你出去啊出门啊，身体不黏黏的，你穿的很美的冲凉可以用很久的，因为它一粒会浓掉，你们如果身体有疤有什么东西啊，它一下子就好了，试试看哈，都可以的。那我现在开始煮肉骨茶，我这个蒜头我又拿来炒一下。炒用油炒，因为这个锅太快了，用油炒一下，然后跟它炒一下。刚才你用什么刀啊？啊，用这个刀，这个刀下个月就来的，这个刀、哦、美味刀。可以砍鸡吗？啊，可以啊，可以砍的，因为它打直，会重啊，很轻啊，跟这个刀一样，它有大有小的，你自己喜欢。我月底来的这个要等到六月多才会来，这两种刀都有来哈，好的东西来的。好的东西来的，这几天煮的东西一定要这个刀啊！哎呦，没有出力的，不愿出力的。哦，我这种东西啊，我不会煮的人啊，不愿出力的。OK， 拿这个家里的这个烧水放进来，跟它炒一下，味道出来的烧水放进来。好，我们家里煮肉骨茶哈，肉骨茶很漂亮，煮出来。是我自己喜欢吃的，今天要吃吗？好，那这样，好，你们在家里，自己喜欢，可以增加了，这个一包放进去，这个一包放进去给它滚，这个家里的这样啊，这样一包放进去就很好味道了。蒜头这个放下去，就味道就很好了哈，这个牌子不错，蛮好的。然后、啊、这个你放下去给它滚，滚了先滚一下，先滚。先滚啊，滚好了，家里的这个肉骨也放下去，多一点水，多一点水啊，这样就可以了。你们也要 like 哈，用 share 哈。啊，帮我 share like， 老公你教他们，有的阿弟不会 share like， 你要怎样 share， 怎样 like 啊？叫我老公看一下他会不会啊？好，谢谢你们啊，帮我分享啊。等我现在去拿一个锅过来啊，等一下啊。现在你们在手机拿在手上啊，看到share那个 Facebook 哦，啊，都很容易啊，就按下那个手指头，
啊，就是好 like 啊，然后呢还有个 share 啊，就是这样可以、按的分享出去给你们的啊、你们的朋友啊、亲戚都可以啊，让他们有机会上来看我们的这个直播。还有你们喜欢天天看的话、啊、就是按 follow 哦啊，我们的这个直播啊一开始啊就会，他会提醒你，啊、我们要开始直播了 ，OK？ 你们都在等待嘛，好，谢谢你们哈，真的感谢你们，感谢你们，这个是我爱你哈，感谢你们啊。那水果呢，这个肉不放下去，这个肉丸一般来说你家里煮20分钟。我一般来说我煮15分钟就好了，因为我肉有沙了，有弄了。你们在家里可以这个汤先熬，肉才等一下才放，懂吗？不要马上肉跟这个一起放下去，不要啊，先熬汤，先熬那个汤汁熬好了，等一下那个蒜蓉醋这个香料也跟它出来了，然后你这个肉才放下去。我韩国我煮肉很快，你们最多肉放下去15分钟，一定要关火，不然的话太软没有弹性。这个一定要吃，那个你去外面吃要有弹性的，不可以暖暖的就不好吃，你懂吗？吃了很害怕，一定要有弹性，咬进去哇很爽，哇好棒，对吗？美到王，我朋友讲美到王，水滚了，它很快滚啊，金定滚啊，一下子就滚了哈。你们很值得买的，很值得，顾客每一个人拿回家都是买了再买几套，没有骗你的，你问他们啊，哇，全部都是一样的，能送过那个奖，全部都是一样的，今天送明天又送又送又送，连续送几天的都是差不多一样的，因为他们都是买过的呢。然后啊，里面的很多顾客很棒，他为什么很棒啊？他帮我，因为有的顾客不会还钱，他帮他还钱，也帮他送货出去他的家，是不是很棒？太感动了，太感动了，真的太感动了，谢谢了，谢谢了哈。这个肉骨丸你们一定要放那个小粒的辣椒，切一下你家里的这个小粒的辣椒啊，那个小粒辣椒，这个导流放下去，拿来点这个肉骨茶哈，这个我家里的最爱，这个酱油我家里都是吃这个广祥泰的，帮他打广告，免费打广告，免费打广告，买第四套了哈，太开心了，因为这个锅会讲话的，意大利面10分钟就熟了。那个安迪刚才跟我讲10分钟就好了，很棒的哈，10分钟就好了。那我现在这个蒜头给它味道很香很香上来，我们才开始哈。OK， 我洗锅一下，因为昨天啊那个做的那个锅还没有洗。啊，这里有个这个赖美好的这个美女，她说你的肉骨茶哈，等一下哈，巴沙又没有货了。真的嘞，巴沙没有货了，你懂吗？这个呀，亲爱的，通常人家都是买一个 set 105的 set 啊，105块的 set。亲爱的，你们去买这个呀，我今天去买不到了，这个咖喱跟这个凉的的粉买不到了，没料了。这个是252那边买的哈，这个粉一定要加进去，很棒，很香，很香又很棒哈，这个粉哈，这个凉的的味道，这个哈。看住了吗？看住了，拍照下来。看住了，拍照下来。如果你自己喜欢 A1 的也可以，这个品牌也可以。一般来说，这个品牌新加坡蛮多人喜欢吃的，因为它不油，不油啊。你自己喜欢啊，这个一定要加。这个喜欢的人，不喜欢的人自己要加，好吗？然后你们如果会做的话，自己买粉哦，买粉拿来炒了。我不会年底呀、啊，放下去炒也是很漂亮的，好吗？都可以的。OK， 这个蒜头很香的，蒜头给它出味呀，很香，味道很香。然后你们在家里的这个肉骨跟它放下去呢，也可以的哈。我一般来说煮15分钟啊，因为我家里如果我在家吃的时候，我必须这个先放下去，慢慢用小火熬好了，然后肉骨才放下去。我现在跟你们讲这样，你肉骨放下去，你家里的很棒，有肉有汤哦，还有你们在家里可以放那个倒地啦。可以放什么东西啊，都可以放进去啦、啊，自己喜欢的嘛，都可以放进去哈，都可以的。那我现在放下去煮肉骨茶，这个自己买嘛，这个肉骨很好吃，肉骨很好吃。你外面跟他讲肉骨，这个多拿几片，没
再加蘑菇哦。还有蘑菇，我忘记放蘑菇了，蘑菇忘记了。对，如果你家里有蘑菇放下去喽，好美呀，好漂亮。你不要小看这个乌王，你家里的五个人喝都不会有，你懂吗？不要小看，我韩国我很会装的，很会装的。盖住，盖住，你给它滚15分钟关火，15分钟啊。这肉放下去15分钟一定要关火，肉比较好吃。如果再暖，因为我有保温的作用呢，有保温的作用哈。OK， 好了，这个煮一个大菜要完了。啊，这里还有人问可以做蛋糕吗？做蛋糕你自己喜欢呐 ，try 呐 ，try 看看呐，好，你们买回家自己喜欢。如果你会做的话，你先做一点点看看咯，自己喜欢的好吗 ？try 呐，啊，我因为我的平台，我比较会喜欢煮给人家看的，家里人要吃的，好吗？蛋糕哪里都可以做的，我们饭锅也可以做蛋糕，我们煮饭的锅也可以做蛋糕，自己喜欢。现在网络这么好，只要点下去就完美了，这个也可以做，四号保证可以做。因为四号我矮，很快就熟，你们自己揣的给我看好吗 ？OK， 这个肉骨茶我15分钟就关火了哈，都可以的。肉骨茶我还要放这个呀，这个很重要，这个胡椒粉要放多一点，越辣越好，越辣越棒，快点来买，下个礼拜你找不到了，下个礼拜这个窝没有了，这个巨大的呀，这个四号的窝，等一下我煮猪脚醋的。猪脚出了磨掉了，这个猪脚出了，这个大号的没有了啊！快点来买，这个礼拜最后结束了，卖完了。这个你看到效果吗？看到啊，没到啊！你们在家里都是用蜜炼的火候啊，我也是用蜜炼，好都可以的，很美。这个肉丸你滚15分钟，我按15分钟，我时间按15分钟哈、啊、就可以了，很棒，太美了。太高兴，最主要开心，开心啊！煮得很开心。华文啊，开心华文是开心。还没拿，你们在家里可以这样一点哦，因为我用有小火一点，不要太大火，小火一点给它滚，滚了1000度。你们如果电炉的话，我这样用1000度煮啊。如果你家里是电炉是2000的，我用1000，我用1000度哈，都可以的。买6个送2个，对。啊，你反正买3个。我寄给你好吗？就送一个给你，送一个这个煮饭的很 Q 嘞，煮3天的嘞。你看我拜二那天煮的是吗？到现在我都没有拿起来，那非常酸，非常酸的。好，这个送给你们啊，这个快点，这个剩下300个了，送完没有了？300个了，砂锅饭昨天已经煮了，砂锅饭煮了，很好吃的，没有功夫的人都会煮，保证嘞，因为我的锅不用功夫，不用技巧，你懂吗？我很多人年轻人跟我买了，就是这样的，不用功夫的。价钱我们等一下再跟你说。啊，像价钱我们现在来说不用紧，来，因为我还在煮肉骨茶吗 ？OK， 这个是三号，刚才我拿来上那个肉的三号啊，我炸东西的都是用这个锅。三号的这个是30块，三炸啊，富贵青，很漂亮的青，富贵青家里的很旺的。很旺厨房的，很旺你们的。你们如果一直看电视，眼睛磨磨的，你去厨房保证眼睛亮的，因为这个青很美的青。OK， 还有呢，这个我煮的这个肉骨茶，这个很多人买，我可以这样放。啊，这个啊，我如果你买回家很多个，你这锅可以这样放，看到吗？如果你家里的买很多个，你家里可以这样贴上去的哈。这个就是我这个，这个多少钱？35块。炒意大利面可以5个人吃意大利面5个人吃哈 ，OK， 35块，拿完这个就要完了，这个因为剩下整整100个，这个是多少钱？这个是40块，24CN 高的，我买3个猪脚都可以煮得到，3个猪脚是中间那边啊，你们都可以煮得到，好 ，OK， 然后啊，现在我还有一个，这个我是在巴沙最旺的窝。这个是我的限量版，这个多少钱？28块 ，mega stone 就是里面很多材料混合，叫 mega stone， 这个很美，很漂亮，很深。好，这个是多少钱？35块呀、啊。OK， 然后啊，这个是我最大的窝，32CN 韩国窝，32CN。两包米粉没问题。这个多少钱？这个也是50，要没有货了啊，这个也是剩下一点点了。OK， 这个50块，
啊，手柄的窝，你们如果要买28盖，28的窝我有盖，盖5块钱，我是这种的盖，我家里都在用。全部的窝我都买齐了。这个气压盖5块钱而已，好吗？全部锅都买齐了。啊、什么锅都买的，谢谢你们啊。啊，今天买3个啊，都有送1号的锅啊。啊，都有，每个顾客都是买很多个的。哎，给你们再看，刚才跟我讲1号的锅，啊、这个1号的锅是这个。送给你们1号的锅，随便买3个、啊，随便买3个。这个1号的锅很深，我可以煮4杯米。这个呀，这个4杯米就是用1号的锅煮的，煮3天都不会超酸。我拜二煮的到现在都不会超酸，保证的。我有放一滴橄榄油啊，米多少水多少，我放一滴橄榄油放下去，营养很多，好吗？这个送的，这个送给你们啊，这个送没有卖的，现在送给你们，好吗？这个放会年底的一粒吃到完，锅吃到完。不一年也不超大，好、哦、都可以的，很漂亮的哈。一号要送完了啊！一号也是要送完了，你看它美吗？这个肉骨茶，美到完，完美。你看我的韩国窝就是这个好，你看我的肉丸这个好，它很暖，看到吗？姐姐们看到吗？我才滚5分钟多而已，我就很暖了，因为我的窝里面很厚，厚不会重。哦，很美。四号只有 orange color 啊，四号只有 orange color， 只有我这个表演的这个可以放在桌子上吃的。只有 orange 啊。啊，只有 orange 啊，我这个放在表演上的，桌子上吃的，把、啊、这个放下去，然后这样好，你们在家里可以放，放那个蘑菇啊，那个罐头的那个蘑菇，也可以放那个倒鸡也可以的，都可以的 ，OK， 这个可以煮汤啊。我一般来说，我煮好了放在桌子上吃啊，然后我这个一定要放多多，我这边都可以放进去。胡椒粉，因为这个要辣一点，好吃，吃得很爽，好吗？都可以的哈。这个胡椒粉我都放进去，OK， 放进去，放到完，放到完啊。然后我现在开始这个跟它搅一下，哇，这个胖极的，很香很香的。哎，这个你们啊，就是你完美的情况啊，不用在家里很大的锅拿来煮嘛，浪费。每个送的不重啊，每个送的锅不重。不重不重，都是一斤喽。我的窝都是一斤喽啊，不重啊。每个送 not heavy 啊，每个送。OK， 我跟他。Less than one kg 啊。10分钟就好了啊。Don't need to use matter 啊 ，Don't need to use matter 啊。对。OK， 那我现在这个煮好了，很快，一下就好了。那我现在煮这个给你们看，煮这个你们在家里嘛。我没有油炸，我用这个窝囊来煎就可以了，煎好了等一下拿来焖，也是很好吃的哈。我这个放下去，这个等一下教你们煮，买这个干妈酱，这个一样的吗？这个等一下我用这个干妈酱放下去。胡椒粉很辣，这个干妈酱放下去炒这个，超级好吃。这个干妈酱你们不会煮的人去买这个一罐，家里很多东西都可以做的，很多东西都可以做的。你家里的比如说拿来做那个拌面呢、啊，你炒的肉，这个放一点下去都可以的，啊，都可以的。OK， 那我现在这个肉不煮了，我就关火了。这个肉我不煮了啊，等它关火。关火了，这个一窝放在那边吃，好吗？一窝放在那边吃，很简单的，只要你家里的，你快速回来。我家里的就是这样，一窝搞定，有肉，有蘑菇，还有那个倒鸡呀、啊，倒鸡那个家里那个吃火锅的倒鸡也可以放下去哈、啊，都可以放下去呀、啊，就完美。我关火了15分钟搞定，15分钟啊，你们在家里煮东西很快的。OK， 那我现在放下去，出去这个茄子。茄子很多窝，家里很难煮的，我煮给你们看。这个煮好了哈，里面还在滚，跟它不要打开。我的窝煮东西，肉类的东西不要马上打开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有保温的作用，它有保温，不要马上打开，因为我窝底很厚啊，窝底超厚。你们买回家煮东西，油不会跑掉，油不会跑掉，煮东西才好吃。如果你家里的窝油一直跑，你煮东西就不好吃了，你懂吗 ？OK， 来，我现在煮这个给你们看，完美的。只有青色的吗？三号只有青色。还有粉红有没有？如果你要冰的话，你一定要证明啊！你一定要私聊啊！里面写我要冰的也是还有一点，好吗？都可以的。OK， 我现在放下去煮这个茄子，你们买回家切好了，一定要用盐跟它腌一下，我水跟它倒掉，
我刚才那个水跟倒掉很多了，你跟他这样浸一下，水就出来了，好吗？都可以的。那我放一点点薯粉，这个放一点薯粉放下去，一点点啊，弄一点点，不能太多，啊，一点点这样啊，表面一点点就可以了，半汤匙，你们在家里半汤匙就可以了，半汤匙就可以了哈，让它拿来腌。这个也是很好吃，这个我超爱呀，很好吃的哈。顾客要你煮麻辣香锅。麻辣香锅嘛，麻辣香锅昨天嘛，很容易煮的麻辣香锅，没有功夫的，没有功夫的，我家里都是烧东烧可以，没问题啊，麻辣香锅很容易煮的，很容易煮的。我不要吃。因为家里啊太多了东西，有吗？这几天孩子看到怕，我老公讲我一整天不会吃东西，看你煮这么多东西，一整天不会吃东西，我自己也不会吃东西。昨天甜饼我吃到完，昨天有看到我煮甜饼吗？吃到完，这个放下去，放一点油，我放一点油，放一点油，跟它煎，先拿来煎，煎好了拿出来。很好煮啊，很棒。很好玩哦，随便哦，最主要开心，玩得开心，这种东西啊，煮的东西很开心的。我今天买了好多啊，那个安哥讲这个是干崩的茄子啊，没有很大个，小个的，我跟他放一点油奶来这样弄一下，因为那天煮一点点不够吃，那天我有煮过不够吃，一点点都吃完了，今天煮多一点。脆脆，给它这样盖一下，脆脆，脆脆的，它很快就浓了。它没有什么烟，你们很好。你如果你家里的窝很多烟嘛，不好煮。你煮了一餐要我要抹地，我要洗这个，我要洗这个，我就不喜欢了，好吗？你们就是说买回家地上灰油油，你所有的顾客，有的顾客都买很多天的嘛，你们用用看我的窝，保证喜欢。会煮的人都会煮，会煮的人都会煮哈 ，OK 的。那我放下去，那这样拿来煎咯，煎可以就可以了。好棒哦，开心吗？开心啊，好个人啊，这样很棒，你的窝很棒啊。啊，这样你跟他炒一下，炒一下，我们教你的调味道，调味道。煤气炉嘛，都是用中火哈，因为这个温度很热，它一热上来超级热，一热热上来超。有的顾客跟我讲呢，我从来没有用筷子煮的。现在你的窝我都是用筷子煮，因为我一般来说我家里都是用筷子，我很少去拿什么厂，你叫我你去找我家里的有一个铁厂啊，我东西也没有很多，我什么厂啊很少的，很少有的，我这样炒。OK， 你说昨天说有要炒这个山药，他在等你。哦，山药我晚上，山药晚上啊，谢谢你哈，晚上。因为我下午喜欢吃这个，晚上啊我就吃健康一点，山药、荷兰豆、红萝卜、木耳、很多东西放下去炒。新的锅啊，洗干净就可以用了。洗干净就可以用了，不用过油啊，洗一下就可以用了。看到吗？这个你看到吗？你家里的锅做不到，你做不到，不管你买很多钱的都做不到。你看这样就可以了。这样哈，你给它弄一下，煎一下，煎给它美，它就可以了，很美的，很漂亮的。放一点油啊，一点油放下去，慢慢，好像半煎半煎就可以了。这个也是好吃啊。它的这个顾客问题来 steam 吗？哦，太小嘛。太小了。太小你也 steam 不了了，好吗？都可以的哈。我有一个顾客，巴塞利的顾客，刚刚好他家里有一个蒸笼，你懂吗？他家里有一个小的蒸笼放上去咯，他拿来蒸包咯，巴塞利的顾客咯，他家里的刚刚好有这个塞的蒸笼可以放上去哈，都可以的。铁铲可以用。铁铲你们不需要，要用筷子就可以煮了咯。
哦，不需要家里的锅碗，还要用那个刷子刷咯。你铁厂用的不是要用刷子刷咯？你不是做一样麻烦事情咯？筷子就可以了，我的名牌货，筷子就可以了，好吗？不粘锅，不粘，很好煮，保证的。不需要用。OK。健康啊，健康，最主要要健康，这个材料健康，料健康。你拿来煮粥，你第一次买我的锅碗，你家里的粥会很甜的，很滑很甜的。如果你是第一次买我的锅碗，这保证让你是滑，粥是甜，你试试看，保证的，因为我卖很多年了，每一个案例都是这样讲的，好，都可以的哈。OK， 然后这个茄子炒好了是吗？然后这边还有油啊，然后我放一点肉，昨天我包没有完，啊，肉昨天的哈，昨天的肉哈。筷子啊，不会啊，弄伤这个。啊，这个不是弄伤的，不是，只要你筷子就可以煮的。那昨天这个是昨天我用脚还没有包完，然后我就放这个肉放下去，这个肉放下去不要油的，这个先炒，炒这个肉先炒啊，啊，肉炒，现在还没有包好，没有空了，太多东西了。OK 啊，等我一下啊，我拿东西出来。有什么问题可以尽量写进来，好，我们 OK， 拿我这个肉脆，你们在家里这个东西嘛，你如果喜欢的话，家里肉脆买一点，跟它先炒了这个放下去焖咯，这个就是完美的咯，丢地步咯，这个又有一窝菜的咯，又有一窝菜的咯，你懂吗？很容易煮的。如果你家里的话没有锅，这个锅可以买两三个，我这几天这个顾客都是买两三个，他看我在这边一套一套放上来，很漂亮，很美的，很漂亮哈。这个肉也炒好了，这样肉炒一下放下去焖嘛，这个茄子它没有味道的嘛，你要吃别的东西的味道，放下去哈，很美很漂亮。这个肉先炒给它美好的，这个茄子也放下来，你家里的这个茄子先炒好了，还要拿起来，还要什么东西，从一样东西碗会洗到五六个碗的，我不需要，我都是这样放下去要炒啊，炒好了你这个一起炒，开心吗？很值得哦，很值得买呀，30多块的。OK， 好了，这个哎呦太香了，很香很香啊，很香啊。来，我现在放一点这个，我喜欢这个木耳放一点下去，木耳也放一点下去，因为有点脆脆的，好吃。洗好了，这个家里的这个辣椒放一点，辣椒去了哪里啊？我切很多东西放进去哦。啊 ，Crystal 啊，身上你的这个防晒霜啊很香。哦，防晒霜啊，我跟你讲，我的东西绝对不要让你后悔的，不会，一分钱就是用到一分钱的，保证的。因为我自己皮肤敏感，超敏感的，都可以用得到。我自己皮肤敏感啊，超级敏感，不是一点点敏感哈。什么东西都用过的都不可以，只有这一个适合我，很开心，很开心哈。好了，这个菜出菜了，我放味道还没有放，看到吗？我再问那个锅有没有包装的啊？哦，我没有包装的锅哈，没有盒子的呀。你送给人也是一个纸袋送给人啊，因为我没有包装的。一般来说，我一箱装10个，我运输也便宜，运输啊很便宜呀、啊，还有那个。盒子嘛也要用钱买的，韩国也要2块多美金，我不要做这种事情。安迪买回家盒子也是丢掉，我一般来说都是这样。我在巴沙从来没有放盒子的，货差也便宜，因为我一个会算小小的货差，别人啊，如果一个会要赚几千块也是算你们身上的吗？我如果货差一点点，这个钱没有，我就是让你们省钱了，让你们省钱的。我一箱10个，货差一点点，货差我就可以换了。你懂吗？我不要让你们花钱，因为那个箱子我韩国做都是2块多美金，我不要让你们花钱哈，都可以的。OK， 哎呦，这个打不开了，帮我打一下。哎，宝贝拿。等一下，放那边。帮我打一下，我要放料了，要放酱料了。这个你们喜欢吗？一定喜欢的哈，这个一定喜欢的哈，好吃。你跟它焖一下喽，如果你家里的放一点点水。很辣，这个放下去，来，
个呀，这个是辣的，这个放下去一点点，好像麻辣香锅，你们也可以用这个做啊，麻辣香锅啊，也可以用这个做，哦，麻辣香锅也可以用这个做。我吃一口看看啊，看看它味道怎么样，不好，很好吃啊，好吃啊，嗯。美女们，你去做。我昨天那个有一个丽顺的顾客，他有做麻辣香锅，应该也是这种料。我是不会做了，很好做，这东西都是沙碟放下去做就可以了哈。然后我放一点点水跟他焖一下，让它缩干水。这个你们喜欢吗？哇，太好吃了。这个营养很好嘞，这个呀，这个营养超级好啊，对你们都可以吃，营养很多很多营养。把它盖一下，然后这个也好了。我现在煮那个猪脚醋给你，猪脚醋给你们看哈。什么？吓得这样？哦，这个是阿斯瑞的这个顾客，他说今天你的直播还有音乐啊，那个声音。哦，对呀，我家这边雨下好大了，好大，雨下很大很大，来跟他收干一下，它很好吃的，很大碗，可以装很大碗，很多，可以装很大碗，你看你看。这个你们在家忘记开火，又忘记开火，因为这个电炉未忘记开火。这个就是我今天的，哇，很多天啊没有吃饭了，你看我放在那边很多天，因为都煮甜品，很多东西吃了，太开心了。那天煮咖喱嘛，咖喱不是放那个面包咯，很多天没有吃饭了，今天这个饭要吃掉，因为三天了，煮三天了。这个饭啊，这个饭我今天要吃掉了，煮三天了，我今天要吃的，味超酸啊，保证的呀，你们可以相信我，可以相信我哈，三天的味超酸。OK， 你这个菜加点鲍鱼酱就行了。哦，对呀、啊。你喜欢都可以。喜欢都可以的，味道都可以的啊，这个好了，我很香啊，好香哈、啊，我当一定要我自己要试一下。因为等一下放味道就好了。哇，打进来了，把人打进来了。哇，哎呦，超级好吃嘞！超级好吃嘞！哎呀，你们一定要试，很好吃的，很好吃的哈，很好吃的。CP95 High One。This one is the High One, okay, High One.那你们在家里啊，锅不粘啊，我现在冲水就可以了，冲水就可以了。一般来说我都是这样，我家里的煮锅我都是冲水的，等一下我慢一下，等一下再煮第二场，都是这样啊。我煮东西从来没有煮这么完美的哈，我真的我没有煮这么完美的，真的。辣椒呢？辣椒在这边。这个是那个瓶子。这个在巴沙买的，巴沙有卖。我昨天在今天又去252买，252巴沙买。这个哈，你们一定要煮给家里人分享。哎，这种啊，一个饭这样就可以吃了嘞，因为它里面有肉有菜的，你懂吗？明吗？锅盖呀。头头时候都有声音的啊，锅盖不用怕，头头的时候都有声音，煮了两次它就不会了哈，因为这个是韩国的那个有一点气的盖哈，都可以的，讲价钱啊 ，OK， 啊，我现在这个锅先放下去一下，
Do they buy three free CPG wallet? OK, 拿完，我现在我煮了这个青色的这个是富贵金，富贵金是三号的锅，现在是30块 offer， 30块呀、啊，这个是买不到的，因为韩国才有卖，新加坡很少卖这种的锅哈，30块，30。拿完，现在我炒的这个东西，这个锅，这个45块要完了，快点来抢，没有了，要完了，45块，好、啊，要完了哈，快点来抢，很值得买的，卖完了。很多很多都卖掉完了，拿完我煮了，现在我用这个锅煮猪脚醋，这个锅煮猪脚醋，这个最高的，可以做白斩鸡、猪脚醋、咖喱鸡，都是用这个锅煮，完美，完美，完美哈！这个是40块，40块，咖喱鸡三个字就关我嘞，精进精进的，很快很快就好了嘞，好，都可以的哈 ，OK， 还有这个是 NW1号多少钱？这个是35块。一般米粉都可以查得到 ，NW 35块，这个是我的名牌货，我打广告的哦，因为这个我每次都有卖的哈，这个35块，然后啊，还有这个50块的也是我名牌货，因为我这个都是我用自己的照片打下去，每一个安迪都叫我韩模，很美很美的料，这个也是很好用，50块，我扎哈，我扎，好，你们所有的这边的窝跟我买三个分享给你们，这个窝。这个送一个给你们，这个送一个给你，饭可以煮4杯饭，5分钟就熟了。煮饭啊，米多少水多少，如果你家里有橄榄油，放一点橄榄油。那个5分钟关火就熟了。还有一个特点，3天的不会超酸。我星期二煮的，今天拜四哈，3天的，哇还很香啊，哇还很香。OK， 啊这个呀 ，OK， 啊 ，OK 啊，那我现在这个窝，我现在拿来。煮猪脚醋给你们看，猪脚醋给你们看，猪脚醋我这个老姜要越老越好啊，老的东西还是好，我们家里的有一个老就是一个宝，这个老姜要买一个老的辣，够辣好吗？老的姜放下去先，给它放麻油，用麻油来炒，姜放下去，那我现在去找麻油啊，这个随便的麻油都 OK 的。我是都是买这个麻油，我家里都是吃这个麻油 ，OK， 拿麻油放下去，我的锅不黑的。No box 啊 ，No box。没有 box 啊，没有那个箱子装的呀，因为我做批发给人家卖，我在巴沙卖呀，都是很多的哈，都是很多的哈。那我现在这个黑糖，你们可以用黑糖，但这个是我在台湾买的黑糖。猪脚醋我都是用这个放下去哈，这个是台湾买的，这个黑糖，你们都在新加坡也都可以黑糖啊，那个椰子糖也可以啊，椰子糖也可以哈，OK， 那我现在再煮这个黑糖放2粒，因为要一点甜的，你黑糖也放下去跟它融掉哈，放2粒，在台湾嘛买回来没有吃，我就想的拿来做这个咯，拿来煮猪脚醋咯，不要浪费掉，很美的。给它融一下，然后我现在放下去跟它炒，这个姜一定要炒到辣出来，这个才好吃啊。然后你们在家里，猪脚醋，我的猪脚醋去了哪里 ？OK， 因为我家里人买一箱放在家里。OK， 猪脚醋放下去啊，你跟它炒一下，也是筷子。我一般来说都是用筷子的，你们也是像我一样，我很多顾客跟我讲，哎呀，像你一样用筷子很容易的，不用洗很多东西吗？我这种懒惰的人，你看我煮好了马上要洗，我喜欢，不喜欢东西存着很多才洗，我怕，我喜欢这样，干干净净，最主要干净的，哎呦，好，很美的，很漂亮。那我现在在煮猪脚醋，很好吃。这个窝你们家里啊，猪脚醋啊，放3天的规划。你如果你喜欢的话，你煮好了放出那边不用放冰厨，3天猪脚醋不会化，保证你，好保证你哈。这个糖啊，融掉了，然后里面啊这样啊，融掉了哈。看到的。看不到，哎 ，OK， 就是要给你们看，大家看，看得到吗？这个，看到啊？这个放下去这样炒。好，放下去这样炒，因为这个是高的锅，这个最高的锅哈，放下去这样炒，一定要炒它香。麻油，因为你家里的麻油啊，你锅一炒，哦噜噜，你有煮过了吗？有煮过了哈、哦，麻油一放下去炒就黑了，
黑的对身体不好，懂吗？对身体不好。然后我放下去，我保证不粘，你放下去炒辣椒了都是不粘的，保证哎。为什么顾客讲咖喱这么好吃？因为就是因为它的辣椒炒出来香味，辣椒啊滑滑的香味，你懂吗？辣椒啊，用我的卧炒不粘底吗？香味上来，哇，很香的，超级香的。OK， 那我隔壁啊邻居讲你每天都在煮啊。OK， 这样这个醋你们在家里啊，一瓶醋一瓶水。如果你要淡一点点，就一瓶醋两瓶水，好吗？因为我现在放半瓶，我现在放半瓶啊，我放半瓶，因为我是那天这个醋吃不完，我跟他收冰厨，我有放这个特制收冰厨，我今天再倒进去，这个跟他放进去，然后完我就放那个水，水我这样。又阿嘎嘎，什么东西都是阿嘎嘎。OK， 这样就可以了，两杯水就可以了。你放下去，放下去啊，放下去。我就要不要调一点味道？放一点点，要不要调味道？我都忘记了要不要调味道。哎呀，够酸，够酸，够酸。这个糖跟这个放下去。弄一下，OK 了。然后你们在家里，这个猪脚我刚才是杀好了，我用冰水蒸，冰水呀、啊。家里人如果有冰水，跟它蒸一下了，然后你放下去啊，四个字一定要关火，四个字啊，这个水给它滚，水滚了四个字一定要关火。猪脚很好吃，这个猪脚啊我杀好了，也洗干净了。然后我冰水，用冰水跟它蒸一下，它肉有弹性，好吗？都可以的。水给它滚，滚好了你放下去煮就可以的啊，亮亮的，很容易煮的啦。最主要买我的窝很开心啊，很开心，因为它煮东西很快。刚才那个安迪讲，他的儿子还没有起来，他马上去煮意大利面，一下子就煮好了。这个就是完美的节奏，不用在家里厨房很久，因为你家里的窝如果很慢，你要煮很久也是浪费水。也是浪费煤气嘛，这个也是钱来的吗？对吗？也是钱来的。这个你看，这个多么美哈、哦！你看，这个如果是东北人，哪会吃辣的呢？这个很好吃，因为我有去我的朋友家，他的工人很喜欢煮这一道菜，好喜欢。我家里从来没有煮过，没有煮过这个东西，好美啊。OK， 拿水给它滚了，要滚了，它很快滚，因为这个锅很快烧热，热度很热。一下子就热了，然后你们在家里呀、啊，猪脚跟它放进去，猪脚跟它放进去。咖喱鸡也是三个字就关火，咖喱鸡呀、啊，咖喱鸡也是三个字就关火哈。西马，我们没有送西马。西马没有送的。暂时还没有送西马。对，因为这个窝西马没买不到，如果你的下个月那个窝西那个没下，我们就有卖，好吗？下个月我们就有。但这个窝我们没有，这个窝因为是韩国，它只在新加坡做 offer， 新加坡做 offer， 买不到的，价钱也买不到。你新马这个窝200多块，如果食物吃不完，要要放冰厨需要弄烧吗？如果你家里的汤吃不完，一定要弄烧，懂吗？饭吃不完不用弄烧，那个白饭啊你煮了不用弄烧，还有这个猪脚也不用弄烧，那种吃的那种 ABC 汤啊那种一定要弄烧放煮里面，它不会焦酸啊，不会焦酸。顾客问你会去在中班 demo 吗？现场买比较方便。姐啊，你中班的顾客我没有做 demo 啊，这个我卖完就没有了。他现在杨巴沙不能做，6月1号也不能做，为什么呢？听说啦，因为那个都拿那个铁架都封起来嘛，我们就是排人家店门口嘛，做不到，你懂吗？中班很多顾客买呀，做不到啊，谢谢你们啊，好、哦、啊，做不到中班了。那、现在外面啊也不知道几时可以开工，你懂吗？哦，你们喜欢的话可以先在这边下单哈、哦。下单吗？免费 delivery 吗？免费呀、啊，你懂吗？更方便吗？那放下去，我这个猪脚放下去，煮多久啊？煮三个字就好了，还有鸡蛋，我
今天放鸡蛋，记得鸡蛋，我经常都忘记，鸡蛋也放下去。只要买50元以上，我们都帮你送货。啊，中邦的顾客很多啊，有中邦的顾客，分享一下，分享一下，中邦顾客也是很多，那个卢洞504的顾客也是很多，还有阿摩哥的顾客也是很多，超多的，超多的，因为我是名牌，每个安迪都知道我卖过。那个今天有一个那个叫什么啊，跟我们一起呀、啊，那个去卢洞买东西呀、啊。那个安迪讲，我跟你买窝嘛，很多年了还在用呢。那个草窝买了很多年了还在用啊 ，very good， very good， 好。OK， 你们有没有什么话可以问啊？问了我就回答。要想煮什么东西，你们可以讲，我可以煮哈。假如你们喜欢的话，啊。尽快下单，因为这个我送完就没有了。啊，我们的员工啊，每天晚上都做到很迟哦，有的顾客还在半夜啊进来啊下单，弄到我们啊这个员工做不起啊。所以你们还没有收到的顾客呀、啊，明天一定帮你收到啊！谢谢你们啊，谢谢你们。啊，我们也会尽快的啊，把货物送到你们的啊这家里来。还有一方还有一点呢，就是那个锅盖啊，它的这个顶柱我们没有说全部帮你们转哦，你们拿回去很容易的，自己转进去就可以了。啊，你们的买回家，一般来说买回家啊，这个里面的那个顶柱这样，顶柱啊，我没有跟你们转，因为顶柱里面也是很肮脏，这个跟它洗干净。洗干净的，然后你跟他这样哈，每个安迪都会用的，这样，因为我有一个身份在里面，他就这样转进去就可以了。你家里的这个先洗嘛，好，先洗的这样转进去就可以了，这样就转进去。如果第一次买我的窝的人，如果这个玻璃盖，叽叽叽叽叽，有点叽叽叽叽啊，不用怕啊，会避炸啊，一次两次磨掉了，啊，因为用了一次两次就没有了，因为它有一点带气的，这个盖有一点带气，完整的盖，如果你塞地上啊，整个是钻石来的。它整个会脆打完的，不是你家里的那种普通的玻璃盖哈，都很美的，脆打完的哈。我们这个直播全世界都可以看到的哦。有时候，如果说过去马来西亚 demo 的话，也是可以的啊。我们到时候才来安排。哎呀，不用的啦！现在这么的科技这么发达，现在我在直播嘛。你们就可以买到东西了，对吗？那这个因为是这次的疫情，这个又带新加坡，这个陶瓷我又带新加坡，好，都可以的。不用开大火。不要开大火，我也是用密电的火候，我没有用大火，密电的火候就够了，都很美的。你看我这个，你看这个，哎，你看这个豆腐，我是不是煮三个字？你看啊，煮三个字我就很暖了，因为我喜欢吃那种啊 ，QQ 的，滑滑的。这个肉骨，这个就是这个肉骨哈，我喜欢这样 QQ 的，我不要吃太暖。如果你家里的吃要暖一点点，你跟他煮四个字五个字关火，我煮三个字就关火了，三个字就关火了哈，很漂亮的，很美的。忘记买蘑菇了，忘记买蘑菇。哦 ，Margaret 问，那么是货到给钱吗？你们如果有背包的话，背包给我咯，因为我请人家送货嘛，送货然后啊，就他们送去你家就走了，好吗？啊，然后还有一个特点，如果阿妈、阿弟不会的话，你私聊给我，好吗？我帮你做，好吗？我帮你做，好，都可以的，就要滚了咯，很快呀，它超级快。这个你们在家里可以买，好像我这样会煮的人啊，老干妈啊，它里面啊这样放下去拿来拌菜。那个买的东西啊，鸡肉啦，还有那个叫什么啊？这个我今天有买的，这个叫什么？只要有超过50块，我们就可以免费。刚才买了很多东西呀、啊，
去哪里了？就是免费送货，对了。啊，对，你们买的五十块，我们就免费送货。那个猪脚醋哈，你们在家里安利啊，会煮的人，猪脚丸这个醋丸，跟他煮了三天，然后才放猪脚，更好吃。你穿，这个更好吃啊，你们穿。我听那个丹本利的很多安利跟我讲，我用你的窝煮煮三天，三天煮完了，我才放猪脚放上去煮。你们可以穿，因为它醋放在窝这个窝里面，窝不会坏的，保证不会坏的啊，放下去煮了，很好吃嘞。我吃了很多天的嘞，我自己都吃一碗的，好喜欢吃，超级喜欢吃。OK， 放下去。假如你们要说下个月寄来马来西亚，现在你不要下单哦。不要下单啊，因为这个窝剩下一点点了。除非你有新加坡的朋友，然后你叫他帮你接单就可以了，好吗？因为很容易的嘛，很多顾客，我第一天啊卖呀。哇，那个马来西亚人啊，他的亲戚住盛港啊，不知道他哥哥弟弟啊住盛港啊，然后我送去那边啊，他跟我讲什么，我头头还不知道你是哪哟，哎呦，他没有讲，很美呀，很漂亮。好，这位美女好像要求你煮甜品哦，黑糯米，么么喳喳。啊，这个可以啊，这个明天我去买呀、可以吗？对、这个甜品很好煮的。你们会煮都可以哈、都可以煮，可以煮，都可以煮，甜品都可以煮。我昨天那一袋甜品 OK 吗？我昨天那一袋甜品你一定要试的，这个比么么叉叉还好吃的。昨天那个呀，那个淮山啊来煮甜品呀，很好吃，我吃两碗下去，这个碗吃两碗，这个碗我吃两碗，真的吃两碗下去，很好吃，超级好吃。我本来晚上很少吃东西的，哇，那个吃下去一碗，又装一碗吃。那个 orange 你要一个猪手猪脚都可以。啊，可以啊，这个我那个肉嘛买半斤都可以啊，肉里面买八块钱啊都可以的。好，买十块有、买十块钱。然后你们在家里啊，这个就是我里面有炸东西啊，都是用这个窝炸，这个窝三十块啊，三十块。你们在家里，我煮了这个是四号的锅。里面厚度很厚，你可以拿来煎东西、焖东西，鸡翅膀啊、鸡肉啊，鸡肉的鸡肉都可以用这个腌焖那个啤酒鸡，那个可乐鸡都可以的。五号有青色吗？五号没有青色。然后这个窝这样多少钱？35块，这个35块呀、35块。然后啊，这个就是我煮猪脚的这个冰卡的这个窝，这个冰卡的这个窝啊，这个多少钱？这个是40块。四十块呀。你们今天如果顾客过来的顾客呀，我还有两个卡呢给你们看，哇，很漂亮，我刚才在货仓拿起来的给你们看。你们如果有饿了的顾客一定要写呀，要写我要什么颜色呀，必须要写的哈，快点，饿了过来了啊，你们呢、必须要好，你们我们会跟你注意好，你们喜欢什么颜色，因为太多颜色我们也不知道你们要订的是哪一种啊？你们要跟我讲五号要什么颜色啊？今天有我货仓里面拿回来这个红色很漂亮，这个红色剩下几个了，只几个而已，这个红色很漂亮啊，这个就是五号的 number five 的五号，有冰有红，这个红很美的红，很美的红花。OK， 拿完，如果你要家里要一些，我要一样的红，这个也是红，三号这个也是红，因为我刚才看到货仓里面有它掺掺一起的，这个是三号是30块，这个三号哈也是红，都可以的。如果要订单的话，今天订啊，不可以说改天问我有红吗？因为红了就几个而已哈。OK， 拿完你们在家里呢，还有这个也是，你这个炒菜的窝也是剩下几个了，这个50块，我炸50啊，这个炒菜的窝50啊，还有这个。这个是我煮的，这个是28cm的，这个也是剩下30多个，也是没有了，这个35块。如果你要买我的韩国气压盖，那个是5块钱而已，包括盖40，好吗？那你所有的这边窝帮我买三个，好、哦，然后完我就送一个这个窝给你，拿来煎炸炒一点的东西，送给妈妈拿来炒一点东西都很好吃的，它不会粘底。会年底也会超大的，好吗？这个送给你们，好像买回家，家里的很多安迪家里的饭窝都放不好吃，
会年底会超大，还有啊放在里面很多，还有啊那个放货一般来说都是不年底的材料嘛，你放煮出来本来是甜的，它会甜，你这个我试试看，它米放煮出来是甜的，你穿保证你不管你买什么米煮出来是甜的，好像我这边煮了三天了，拜二煮到现在吗？我还没有收起来，都可以的。等一下我用这个我炒饭给你看，炒饭很美的哈，我炒饭给你看。那我现在去准备这个炒饭，这个三个字啊，我煮三个字四个字我就不用跟它关火。我现在去炒饭，去炒饭，炒饭用这个我炒，我去切一点腊肠。怎样煮才可以让那个肉很快的软？哦，这个锅就很快软哦，它有保温的作用吗？这个锅有保温的作用啊、哦，这个锅有保温的作用哈、哦。OK， 然后你们在家里啊，我现在教你们怎么炒饭，炒饭也是很好吃的，有一种方法炒饭很好吃的。一号的可以拿来炸东啊，炸了都可以啊，煮面啊，快速面一下子就好了，煮快速面一下子就好了，嗯，可以炸 ，OK， 可以煮 ，OK， 哎，然后啊，我现在这个猪脚就腌完了，这个呀、啊，哦，你刚才一个顾客跟我讲，我有腌这个，我肉类都用这个料理来腌，腌的它的肉比较有弹性。比较有嫩嫩的，你们可以揣，好揣自己揣呀，洗呀都可以的哈，都可以的。好，我现在这个猪脚处也好了，我不煮了，这个也暖了，很暖的，它很快暖的。啊，猪脚处哈，啊鸡蛋都很美的呢，有卤蛋都很美的，啊蛋也美的，好我不煮了，好很漂亮，美到完了。然后现在教你们怎么炒饭。炒饭这个饭拿过来，我用这个饭炒，这个过夜的饭炒饭比较好吃啊，过夜的饭炒饭比较好吃。啊，我今天要吃啊，因为这很多天了，这个我你看它，我三天了，拜二、拜三、拜四，今天拜四嘛，我你看饭都不年底的，我这边四杯米 ，OK。切板我们下个月就来了啊，切板下个月老板刚才定了，刚才跟我讲定了啊，下个月就来啊。这个饭啊，我教你怎样炒饭很好吃啊，那个怎样炒饭跟那个哪里一样啊，那个鼎泰丰，有吃过鼎泰丰的炒饭吗？小孩子很喜欢吃，我教你，我用这个鸡蛋，哎，鸡蛋去了哪里？ OK， 我这个关火了，不煮了，猪脚就煮好了。昨晚下单，刚刚收到货。收到货了，马上就煮。谢谢你。啊，马上就煮，谢谢你们。那你们在家里，如果你喜欢炒饭，很简单的方法，你这个鸡蛋打一粒，过夜的饭啊，尽量过夜的饭比较好炒，好吗？这个鸡蛋打下去。好 ，Jenny 问有没有三号跟五号有没有红色的？有啊，三号、五号有，今天有，我货超拿回来，今天有，好吗？你们快点订单，很漂亮的那个红。很漂亮，只有几个而已。这个啊，你炒饭啊，你这个鸡蛋放下去，你跟他这样拿来弄。先来先得哈啊。先饿了，你们饿了进来，因为它不多嘛，等一下派血嘛哈。你看他的饭哈，这个煮三天的饭啊，很美哟，非常特色哈。谢谢你们啊。马上煮啊，感恩你们啊，感恩你们帮我分享啊，一个顾客讲我跟你分享200多个人，然后谢谢，太感谢了，太感谢了，哇，他说每天都跟你买了10多套啊，哎呦，太谢谢了，分享亲戚的还有朋友啊，健康最主要健康，人家有钱买不到啊，没下很多人打电话还要买的，没有哈、哦，这个鸡蛋哪来这样腌在里面腌好了哈，我现在拿来炒饭给你们看，炒饭给你们看。
看，我这个不煮了，猪脚醋也不煮了。啊，这个锅我一般来说我都是这样的，我家里都是用 T 恤啊、布啊这样拿了，这样拿了，啊，好吗？都可以的。OK， 我不煮了，啊，我现在的拿炒饭，因为这个锅刚才这个锅我还没有洗嘛，还没有洗，我现在炒饭给你们看，炒饭都可以的。炒饭啊，炒饭我现在就开始，我喜欢这个银鱼，银鱼。啊，我冰厨一直开了要醒了。Kim 就想在505看过你哦。哎呀，如果路弄的顾客呀，都有看到我了。我2005年卖窝，一直卖到现在。2005年卖窝卖到现在，你的话没有停的，只有4月5月。我一般来说不做工，我喜欢韩国待，美国待，去我妈妈那边，喜欢这样。比如说我4月5月，我不是回中国。我不是去美国，我妈妈有，如果有去美国我就去美国，如果去那个美今年本来跟老板娘讲啊，我要在韩国待很久，哈哈哈哈，可没有，要待很久，因为很喜欢享受，嗯，然后这样咯，这个银鱼，因为你们在家里洗干净的哈，洗干净的放下去，如果你炒饭的顾客你家里没有什么料，你这个可以卖，放一点家里，你直接放下去炒饭都很好吃的，超级好吃。流口水的，这样放下去给它炸，炸到脆脆。你看我在巴沙，我没有煮的咧，都很多人买的，我没有这样煮的，你懂吗？都很多人买啊。Jenny 讲哦，他那天刚订过，收到货了。Yes。现在他要再多买两个红的，有送小锅吗？两个红的姐姐啊，你一定要买三个哈，谢谢你们，必须要买三个，因为他是电脑锅，老板是韩国老板送给你们这个。我是送不了，你懂吗？我是送不了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三号你不要手柄的窝，你喜欢三号、四号、五号，你可以送二号的窝，也是有红。二号的窝也我有看到几个呀，就三个而已啊。二号的窝我有看到，也是红色的，三个而已。二号的窝我去拿给你看，也是很 Q。我去拿，不好意思啊。母亲节卖的，这个是二号，还有三号，这个都是韩国人在用，很 Q， 很 Q， 只有三个，我打开只有三个，啊，因为老板掺在一起的，只有三个哈。KIV 问那个 ceramic 的炒锅可以放进oven 吗？因为炒来煮他的饭，炒锅因为它有手柄很长，炒锅放不进呀，啊，不能放进去。这个锅可以放进去，你拿来放那个，应该不用嘛。我一般来说我都是这样的，放在里面，等一下我放一点起司放下去都很美的，我等一下放起司啊，很美的。我英文讲不准啊，不好意思啊，因为我没有读书的料，我爱赚钱的料。我以前啊在中国10多岁啊，我家里的卖鱼，我就跟出去卖，我很喜欢赚钱，是赚钱的料，不是读书的料。OK， 这样放下去炒饭。炒饭啊，小火慢慢炒，小火哈，慢慢炒。这个就是你们去吃那个鼎泰丰的炒饭，鼎泰丰的炒饭一粒一粒的放哦，我可以做得到，可以做得到。Esther 问哦，他要买这个 CP50 ceramic pot 50。OK。等你的这个 topping box。不可以呀，谢谢你呀，因为超冰膜是超冰膜的，要等下个月，这个货没有货了，我受不了啊，受不了给你们啊，因为货仓清完了，老板有照那个的，他有照那个的，嗯，这个不是我一个人管的哈，是我老板管的。你的这个service，电陶炉是什么 brand？ 电陶炉是这个 brand。这个电器店开你去买，这个不到60块而已，电陶炉很好用，它不会停掉，电子炉你煮了会停，这个电陶炉不会停啊，这个牌子啊，这个牌子啊，我这个炒饭炒一半，你们有问
OK， 这样好了，这个就是你们啊，这个叫什么饭，你懂吗？这个就是外面吃很贵的了。OK， 啊，一粒粒的放，其他的放。OK， 然后你们在家里这个再放下去，这个家里的喜欢，小孩子喜欢嘛，这个都可以放下去，因为我家里的孩子喜欢。很好笑的，我什么东西都是给孩子做，好喜欢的，很幸福的。今天做什么promotion？我们每天都在这promotion。有啊，我们都有啊。我们反正你买三号、四号、五号，我们送一个一号的给你们哦。如果你要买我的草窝也可以啊，都可以啊，你们里面都可以放啊，都可以的哈。这个放草好了，很美，很漂亮的。小火啊，记得嘞，小火就够了哈。看到吗？其他的放，很好吃的，然后放一点盐。好，詹妮问，如果他买二号、四号、五号，那么你要送哪一个？二号、四号、五号就是送一号咯，好，啊，送一号咯，好吗？二号啊。二号可以买，货又来了，二号可以买，二号你们有的顾客都没有买过，都可以的啊。二号就冰卡的呀，冰卡的呀，二号就冰卡的。我们的二号跟一号都是同样价钱，25块。啊，都是25块。这里拜倒了，我是 P01 and 02。这个你这样换下去哈，很美哈。好，现在啊？三号有冰吗？三号有冰，有冰，这个换就好了。然后我现在换去，很美。这个买不到啊，外面都买不到去。很可爱的，这一次新加坡真的很可爱，很多东西都买不到了哈、哦。每一个人都在家里煮吗？每个人都在烹饪，太谢谢了，太感恩你们了。这样放下去啊，然后你们在家里这个饭跟它放好，放好了这个起司跟它放上去，这个起司跟它铺上去，很好吃的，对哈，很好吃的。盖住，一定起司放下去一定要盖住，好、哦，我连一个盖都没有，我们都在盖住的，跟它盖住。盖住焖一下子它就好了，那个起司就好了哈，这个就浓了哈。你们都可以意大利面也是这样做，不用烘炉，你这样煮好了，那个起司放下去，等一下保证让你喜欢的，保证让你喜欢的哈。OK， 来，我现在讲价钱给你看，完美的价钱，完美的哈。来，小机器来。OK， 完美的价钱哈。OK， 你们在家里啊，就是。我这个今天我这个三号的富贵金，这个是富贵金啊，这个是富贵金是30块，这个是三十啊，你如果哎呦不够30块呀啊，30块这个进来那个东西做就是这样子。 OK， 这个是三号是三十块，如果你要的话有冰卡的，今天有冰卡的，有青色，有红色，红色只有红色啊，三个颜色这个 OK。 拿完这个是 all in color， 不是红色，因为我家里的灯比较亮。 all in 啊， all in color 是35块，就是我煮的这个35块啊，35块四号 number four 啊，四号好，35块。然后啊还有这个，快点手脚快一点，这个煮猪脚醋的白斩鸡的，这个要完了啊，这个啊，这个是五号，那么五号这个多少钱？40块，可以炒米粉，可以煮咖喱，什么都可以煮的，咖喱鸡三个字就完美的，超级好吃，一定要煮。有的顾客不会煮的呢，用我的锅煮出来，老公称赞，儿子称赞，太美了，美到完。OK， 这个是五号的锅，今天有红色跟这个两个color呀，红色啊，然后还有这个。这个是我手上在巴沙卖很旺的窝，每个安迪家里都有的，不会重 1kg 而已，35块，什么炉都可以用，电板煤气都可以用，35块。然后还有这个是我50块的窝，我故意 offer 给你们，32cm， 外面卖100多块，我现在故意 offer 给你们，你们要帮我分享50，我赞，50块啊 offer。煎鱼呀、啊，蒸东西呀、啊，都可以的，50块 ，OK， 50块。但这个窝都没有盖，羊手饼窝都没有盖，这种窝有卡乐的窝全部给你盖，好吗？那还有送，买三个窝，我们送一个这个窝给你看，每个安迪都要哎，买了再买嘞，有一个安迪买了5个嘞，单单买这个窝都可以买5个呀，太好用了，太好用了，这个送给你们，我们现在不卖了，送给你们，
好吗？这个送给你们，漂亮极了。好，这个呀，煮饭三天都不会坏，你家里的饭放在我的窝都不会坏的，因为我是养生窝奶呀，这个是养生材料，对你身体好，煮东西不会超酸的。好 ，OK， 这个送给你们，把颜色包过盖。你看这个饭好了，看到吗？没到啊，家里的需要外面吃吗？姐姐、妹妹、妈妈们，看到吗？家里的孩子会称赞你，会骂，会骂你又买窝，很美的。好，这个饭炒好了，很漂亮的饭哈，都可以的。没到完，开心吗？开心，完美，好，都可以的哈。我们就是慢让你们完美的窝，完美的料，你们煮的是开心的材料，好吗？你看它是不是这个饭啊？没掉掉，我刚才都没有放油啊，忘记了，没有放油的，抹油的呀，抹油的炒完，很美呀，很漂亮，太开心了。你们就是买回家，一定要帮我拉出去给你身边的朋友、亲戚还有姐妹们，啊，都很值得的。为什么很值得？因为这个窝煮一餐不用一直抹地、抹油，保家人地抹油，保家的呀。吃火锅也是这样，水分不干。你奶奶吃火锅最没干的，因为它的底很厚，韩国窝底很厚。然后还有一个特点啊，你们外面所买的窝底下薄，你一下子油跑掉，你煮什么东西都不好吃，你煎一样东西都不好。为什么呢？油会跑掉，油不会在中间。我这个窝油都是在中间的，不会跑到然后旁边去都可以的哈。刚才好像是 Emily 啊，她问她说她买了六个锅了，看到你的红色很美，她很喜欢，可以 reserve 吗？她在外面。可以啊，你私聊我，你跟他讲，私聊，你写了跟他私聊。啊，你们还要去 BN 他哈，你 BN 我哈 ，BN 我哈，都可以的话，这个炒饭很好吃，这个你们在家里如果有能力的话，这个可以放多一点哦，这个去吃啊，可以放多一点哦，很美呀，很好吃啊，你都可以啊，放多一点，因为我一包啊买不到，很多超市都没有什么嘛，跑了很多间才买一包。有时候出去都没有了，都可以的哈。你们可以编我，啊，都可以的哈。OK， 那我现在呀，这个砧板也是很好啊，我很少用回教室呀，安装出去就可以了。这个下个月才会到。只要你们买超过50块，我们都有余额力给你啊。那么如果你们要求的话，我们还是可以送货的，你要付8块钱，好吗？最主要你们买回家开心啊，开心的煮啊，很多安定里面很开心啊，超级开心啊，你跟我讲啊，太棒了。那个阿妹跟我讲什么啊，哇，我全部人都买啊，他们都收到很高兴啊，这么美吗？你看这个窝真的很美的，你看啊，我图给你看啊，顾客买回家他拍给我看，太美了，太美了，你看他拍给我们看吗？顾客顾客买回家，我这样四套窝才105咯，这样咯，看到吗？这样咯，你看我四个窝这样才105咯，我美咯，很漂亮咯，放在家里很美哦，漂亮极了，四个窝咯，每个顾客都拍过来，收到了，收到了，谢谢你们 ，Thank you， 我也是要感谢你们，你们也是要感谢我，为什么呢？有这么好的品牌，有这么好的料。好，有这么好的，不会不去打包了。顾客跟我讲没有去打包了。妈，你的窝这几天啊一直在煮，没有去打包。不然的话啊，打包啊钱啊，你看现在随便一包炒饭都多少钱，懂吗？因为它你利润率低嘛，你要运那个送货很贵呀、啊，送货很贵。我今天开始用了砧板，没油啊，没有油烟，没有油烟啊，保证没有油烟。因为我里面的课不可以乱乱讲啊，有油烟就讲有油烟嘛，不可以乱乱讲，因为会输入的东西很敏感的，你懂吗？昨天顾客买了，今天又买一套。都这一本，我跟你讲啊，所有的顾客都是这样，买了再买，我服务很好，不用害怕，保证的，保证让你开心的，好，保证让你开心的哈。多少钱呢、啊？多少钱啊？我们现在在做 offer 咯，这个我手上的这个咯。我手上的现在 offer 这个30块咯，30块咯，这个咯，啊，30块，这个很深咯，可以煮4杯米，4个人吃粥都可以吃得到，还有这个我煮的这个饭的这个炒东西的这个是这个做多少钱？35块，要完了，好，赶紧塞过来，要完了，35块啊，我煮的这个猪脚醋的这个是40块，细脚空，40啊。
40块，然后这个很深，窝很深啊，40。然后还有一个这个，我这个炒菜的窝你们也可以冰，如果你家里的没有的话，你们也可以冰。这个多少钱？这个也是油不会跑掉的，35块呀。还有这个是最大的，我32cm可以卤一只鸭的，2包米粉都可以炒得到的。这个是50块，我炸啊！你所有的买我的窝啊，这个窝都不会坏，怎样塞地上都不会坏的，保证你。还有啊，为什么顾客讲煮东西很好吃？我的窝不是普通的窝，有声音的，有回音的，就是说猪脚醋煮的3至4个字一定要关火。咖喱鸡3个字一定要关火，它有保温的作用，好吗？有保温的作用。OK， 还有一个特点，买这边所有的买3个，我就送一个这个窝给你，你拿来煮饭、炸东西、快速面2包都可以煮得到，还有煮很多汤也可以煮得到。这个送的，我这边4杯米，我煮了3天都不会超酸，3天，我刚才炒饭就是用这个窝炒饭，3天都不会超酸，保证你。好，谢谢你们的分享哈，谢谢 ，thank you 哈。啊，好，我们晚上再见哈，都可以的。好，你们不明白可以问我，好，什么事情你们可以问我，在里面都可以问我哈，谢谢你们。4号不会小啊，4号可以煮蛮多东西的，我弄苦茶嘞。24cm 嘞。有没有青色的？没有青色。这个4号没有青色的啊。4号青色有的话是旧款的，有旧款的哈，旧款的，我给你看一下，谁要看？你要想要讲呢，要讲哈，因为我有很多咖喱呀。这个我煮的肉骨茶咯，家里的5个人都可以喝得到。肉骨茶咯，是不是很香的？很漂亮，美大王，那你们开心的了。我今天开始用的蒸饭，没有油烟。没有油烟啊，谢谢你们啊，真开心。你这有红色吗？啊？02。零二红色就3个嘞，就3个呀，好。不可以答应你们啊！我不可以答应你们， first、你们快点答。First come, first serve 啊！你们快点 order 进来，3个而已，刚才就3个而已，好吗？很漂亮，零二煮饭。对，04就 order 一下。煮饭煮好了，放在桌子上吃，好像你们煮白饭，有饼的又不美吗？这个2号的窝拿来煮饭煮了，放在桌子上吃，很漂亮，很美。你不用说去装饭嘛，要吃多少装多少咯，都可以的哈。好像我炒饭没有放油咯，这个一滴油都没有放，这个放就是一粒一粒的放了。昨天炸鸡翅板了啊，今天不可以炸了啊。今天不可以炸了，昨天炸了，好，不能炸了。炸了我就吃到怕了。今天我煮不同的，煮一个汤嘛，煮一汤喝汤给孩子吃了，因为很久没有煮汤了。这个我煮汤也是很漂亮。好，谢谢你们分享哈，感恩你们，这个饭很好吃的，可以放虾，你虾用烧水烫。看了放下去也是很好吃的，很美呀！我吃一口哈，肚子饿了。很好哦。顶泰丰。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吗 ？Question? Any question? 02没有卖啊，02。要看02啊，顾客要看02。OK。02没有卖啊，零二。也可以买3、3、3、4、5，也可以送这个，也可以送02。如果你家里的不要一个饼的，你也可以送这个一样的塞哈。有冰咖的，有红。如果你今天快点下单，2号、3号、5号都是有红，都是这个窝，很漂亮，没到吗？有这个只有3个，然后只有3个人空心啊，因为只有3个，等下剩不出来，顾客会骂。五号有，3号都是有的哈，都可以的。快点，很美呀，漂亮极了。我今天货仓拿回来嘛。今晚煮什么？今晚再讲，期待。今天做那个，今晚煮什么？煮那个藕煎。天收获，今天煮了糯米饭。糯米饭煮了。很省时。哇，很快呀，一下子就熟了，保证嘞。因为我这种傻逼不会煮的人都是快，20寸都可以啊，你们也是很快呀、啊，煮东西很快就熟了啊，好，很美的，不用担心，最主要你们一定要帮我分享啊，不是我卖一个窝啊，我现在做的都是白工啊，
你懂吗？这个窝是你们去外面买都是68块，好贵的窝嘞。零四没有红色啊，零四就这个啊，零四就这个啊，这个很漂亮的，你这个要买。零四就这个要完了，要完了，快点下单，快点下单。快点下单，因为零四窝也是卖完了。这个煮咖呀咖呀咖呀，他不会煮了。咖呀，我也是没有什么把握，没有什么把握，还没有煮啊，有改天会煮的，啊，总有一天要煮的哈。明年啊，明年。不会的，你们自己揣嘛，看那个食谱揣的，很多顾客都煮的了，我上面有很多顾客都煮了咖呀，他在家里都煮了，嗯，我还没有问我那个师傅，啊，不见了，不见掉的影子，电话也换了，以前跟我做的那个 Steven。电话也没有了，打电话给他也没有听，因为他做咖呀也是很棒，以前跟我做工的，他做咖呀也是很棒。他需要多少时间？哦，我这个刚才我弄苦茶煮4个字就光火了，他弄就很好。20分钟而已啊。20分钟就好了。啊，我就叫你是煮20分钟吗？我韩国我不用煮太久，懂吗？都可以的哈，最主要你们买回家水会干，会流失，会流失的。你咖喱呀，你咖喱鸡你煮好了呀，一窝这样看到那边线条就是那边线条，它不会流失，你煮东西才好吃。你家里的如果怕水缸，你要加水，要加水，这个就不一样了，懂吗？不一样了，太开心了，谢谢你们啊！我有这么好的品牌，一定要感谢你们先，感谢你们先，谢谢哈，谢谢你们分享，我们晚上再期待嘛，你们就准备就煮砂锅饭，砂锅饭最好吃的。要放一点咸鱼，砂锅饭放一点咸鱼，咸鱼这个我拿来炸脆脆它，等一下放在上面，超级好吃，好都可以的哈。Yes, all the pork can use in oven 啊， but the cover don't go in the cover。还有这个每天忘记，很多阿弟炸的很美的，这个还没有给你分享，这个每个阿弟买回家炸的很美，他说，哇，美到完。还有啊，这个是我们是韩国是魔术肥皂。魔术肥皂啊，魔术肥皂你们买回家，如果很多身边有身体有生一粒一粒的有籽粒的人必须要洗，不洗的话会传染很多，身体有生一粒一粒的人啊，你必须要洗的这个魔术肥皂啊，这个一粒肥皂里面很硬的，会容易暖的哈，会容易暖的，你这个拿来，如果你身体有痒，皮肤有痒，你跟它放住先，等一下才洗掉，5分钟还是10分钟，等一下才洗掉。如果你这个很多，也是这个肥皂要查住一下子才洗掉它，好吗？你买窝的人都可以喝了，买窝的人啊，这个肥皂3粒，买3粒20块，买3粒20块要跟锅一起走，3粒20块，好吗？如果还有啊，还有这个美容膏，这个是防晒58%的，每一个顾客都适合，不管你是皮肤敏感的人都适合，保证的，因为这个是专美容院做的，很好的，58%防晒，美白皱纹都有了，只要擦一种，我每天都擦一种而已，什么东西都不擦，因为我皮肤敏感，不可以乱擦，一擦油泡就很多，痘痘就很多，只擦一种，这个现在有也是做 offer， 这个本来是卖38块的，现在也是买过的人25块。25块可以用一年，保证用一年。刚才一个安迪，那个乌鸡巴的安迪查得很美，又跟我熬了一只。我说明明熬了，为什么又熬了一只？因为它3年过期，这边有写3年过期28页。肥皂是5年过期啊，3粒20。如果没有买窝的人，男孩子喜欢的话，你可以买5粒送1粒，50块送货。5粒送1粒啊，买5粒送1粒，6粒50块送货，帮你们送货，这个一定要买，保证洗完，因为韩国人很多人都用这个，皮肤很滑，你如果出去外面会黏黏的，身体会黏黏的，试试看，很棒的东西来的哈，试试看哈，谢谢你们了，好，还有什么问吗？有什么问题问吗？好，没有问的我们就开始吃饭了。好，谢谢你们啊，我们自己煮了自己吃饭，很开心，很健康，很棒。好，谢谢你们分享 ，Thank you， 好 ，Thank you 哈 ，OK 了，讲了 OK 了，看看没有回话了。